辛苦了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台长，感恩十方诸佛及龙天护法。我自己的业障我自己背，从十几岁开始就发现全身的皮肤那个干癣的部分。那去年受到观音妈妈点化，找到心灵法门，想请示师父身上有没有灵性。你自己是吧？是你吗？是我本人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80年猴，属猴。哦，你的血液出问题了。血液是。我告诉你，我从上面帮你看下来啊。是。你有好几个部位都要当心的。是。你的颈椎脖子非常不舒服。是。再往下看，在你的这一段部分有一个灵性，是个戴帽子的一个女的。是。你知道吗？之前有人跟我说过啊，她影响我也蛮久的。看见了吗？不好意思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个灵性，就是一个鬼了。是。你要把它念掉，它现在还没有走。是。它应该经常还到你们家里来，你们家里还有经常有声音。是，我常常听到它的声音。你大概还要给它念430张小房子。是。放生大概要放3800条鱼。是。慢慢放好吗？好。还有就是你最好许个愿。我觉得你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？我有吃素，但还没到全素。我觉得你应该吃全素。你的寿命呢被减掉了大概13年。是。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，你是不是家里有杀业，或者开过餐馆，或者你帮着先生啊钓鱼啊，或者有没有杀业，就是从小喜欢吃某一个活的动物，特别喜欢吃鱼啊，或者虾呀，或者螃蟹呀。你们记住了，如果盯住一个活的东西吃，时间长了，你一定会受它的给你的报应的。你自己想一想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是，目前是没有，因为我吃素也有一阵子了。你但是你吃的是半素嘛？对。对不对啊？对。但是你小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活的什么东西吗？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的。是。我现在看你要当心啊，你的皮肤啊。是。有一块一块的。是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的妇科也不好。是，我之前肌瘤原本3公分6公分，然后菩萨妈妈有帮我消掉，我现在是怀孕的，所以我现在有肚子里面小朋友大概4-5个月。我看到了。是。应该是个男孩子。是。是不是啊？医生说是女生，可是我觉得应该也是男生，因为 我有跟菩萨妈妈求过。男孩子。是师父。出来男孩子们好好开心一点啦。我很开心啊。谢谢女孩子们本来应该是女孩子的，你求的呀。是。请师父慈悲可以帮我。头现在是朝下的。是。所以他会踢你的肚子2个小脚。经常踢你肚子，对不对啦？对。你要当心啊，你在怀孕他1-2个月的时候啊，你有见红。对。鼓掌。也是菩萨妈妈帮助我。差点走掉，这孩子差点走掉。对。你现在子宫肌瘤虽然菩萨妈妈帮你了，是，但是我现在看到还有小的。对。鼓掌。谢谢师父。明白了吗？你要，我现在劝你要吃全素了。是。吃全素之后呢，你可以保证吃两样东西呢，
就是补充一下这个吃素的不足啊，一个绿叶菜的不足，吃那个螺旋藻，是，还有补自己的脑子。你因为你任何一个孕妇在怀孕的时候，她的脑子特别的记性差，因为她的脑容量被孩子拉去很多，是，你要吃一点卵磷脂，是，好吗？好，再吃点钙片，你的骨头响得很厉害。好，听得懂吗？了解。哦，腰也不好，腰酸。是。你好好努力啦。是。好吗？好，我觉得你这点决心要下的，你先生不同意啊。没有，他也是菩萨妈妈找，他是非常好的对象，啊，他一直都很支持我。我先生在我旁边。好好吃全素吧，我觉得。好吧，是的确是个好事情啊。是，好吧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这个孩子有一点点讨债的，是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。好，你钱本来就不多，被他讨啊讨啊讨那么讨那么，你想给他钱方面少讨一点，那么你有一个方法，你就多给他念一点小房子，他就钱讨的少很多了。是，好吧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请问师父，我图腾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？你几几年属什么？1980属猴。哦，白猴。白猴。你每天要吃个苹果。好。然后要吃个鸡蛋。是。不能停的。好。哎，你以后孩子出来皮肤会很好。好。好吗？好，感恩师父。嗯，没什么大问题了。谢谢嗯。是，谢谢师父。出来的时候你要特别当心。我看这孩子在里面老翻，是，我怕你以后有脐带绕在里面，是，所以你 B 超一定要做仔细了，好，否则大出血你会出事。选择是单月出生比较好，如果让你做剖腹产的话，你就用单月，不要双月。农历的单月吗？阳历的。阳历的。啊，嗯，好吗？是。一月、三月、五月、七月、九月、十一月，好吗？好好，谢谢师父，感恩，谢谢师父。